喂，喂，哦，小太阳，我刚刚在外面，没听到你电话。丽丽，你在干嘛呢？什么？丽丽，怎么了？我胃疼。胃疼？严不严重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没关系，吃点药就好了。哦，喂，丽丽，你在我听去拿吗？药。丽丽，你听得到吗？喂？我女朋友去给我拿药去了，没什么事，就先挂了。给你吃药。丽丽，啊，我冷。冷？我去给你拿被子。你在我身边，就暖了。真可怜，你吃什么了呀？肚子疼成这样，而且你还在发抖，真可怜。我给你捂捂。